我们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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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天台四教一记教观刚中合说，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请放上。那么我们呢？上一课在谈到这个九思想中的坏啊，坏想。这个坏呢，其实是从总清淤、总障清淤之后呢，这第三想坏是指那个皮肉已经绽开，那个是叫坏。当皮肉绽开，已经开始腐烂。那么所以说这肌肤才脱落，形质变糟伤啊，形质就是身形已经变坏了，质是指那个质感，那就是这个什么质感，有时候讲说这个人的这个体态啊，体态早就其实从肿胀体态就已经坏了啦，那现在这里形质是指说最后的人形也坏了。的形质啊，变糟伤啊，变也毁坏，人形也毁坏。那么就像瓜裂半开肉一样，瓜裂为什么是瓜裂呢？刚刚不是说那个胃像瓜，那整个身体胀得像瓜一样，光滑光滑的哦，会这样，因为胀开嘛。现在裂开了嘛，崩裂了嘛，崩裂了，那么半开肉，半开肉是怎样？但它刚开始裂开，不是整个这样，烂的满地啊，也不是，它就这样裂开，那个气体也绽开，那是很臭啊，那么就一直绽开来，那么舌专欲出肠，刚刚讲过，然后就这些不是说真的有舌，就那些虫子呢，其实也随着地方跟人的不同，它长出来的丝虫其实也稍有不同。有大有小，那么就是欲出肠。那么枯藤缠乱法，其实，枯藤缠乱法，你不是是不是外面有个枯藤来缠？这当然也有可能。如果是就是你曝晒在外，当然你解读成这样也有可能啊。那不然就是解释成什么？解释成说人死了，在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就是说。他应该也是想象着，人在这个野外有可能会故呢。如果是入关了，你就看不到了，就看不到了。那第二话，传统的九死观呢、这个九死观九种死亡的状态观，他确实都是裸露在那被看到的，是这样。要不你看不到他，都在棺木里了。要不这样哈，这样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枯藤。就是四五，这个已经七八天了，八九天了。那植物的话，长的话是会长得到，会长进来的。三五天其实就长得很厉害，是会。何况你身体的那个腐败的东西，对于它来讲，对某一些肉食性植物来讲的话，哇，那是滋养的很。有一些肉食性植物，当然不尽然啦，但是意思也就是说。植物它如果要吸收那个养分的话，它可能会靠过来。何况你有湿水嘛，它就会更加的往这个有液体的地方来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谈说，如果就这个角度来说，枯藤那是可能的，就是真的是外在的枯藤，缠乱法。
那么丝弦烂衣裳，丝弦是啊，潮湿的那个仙胎啊，当然已经就长在什么了？长在你的衣裳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衣服固然人死了是有穿那个衣服的，但衣服随着那个湿水渗透出来之后，那一般寒湿淋是阴寒阴寒的，是这样。就算有太阳，也不是很日照，它在湿淋里嘛，寒淋里嘛。那么所以说，它这个什么呢？这个胞胎的那个胞子，这个胎鲜的这个胞子到处都有，所以大概七八天了，你身上确实是会长那些青苔，哦，青苔。那么呢，胎鲜烂衣裳。那么寄与婵娟子啊，休将化粪囊，是指的婵娟子啊，婵娟啊，这个婵是美丽的女子啊。那么娟子，婵娟子是指娟，是指窈窕的淑女了哈。那么就是寄语，就是说这个词说寄语女人嘛，也不一定，就是说其实说给男女听的，一切众生听的，就是说爱美啦，就寄语这些爱美的女子们啊，不必呢将这个最终是粪囊的这个身体呀 你去画的多么漂亮这样。不过，但是对现在人来讲，那个是他的礼貌，也是他的幸福所在啊。维系婚姻，或者是找到婚姻的重要诱因，重要诱因。所以你要应该怎么想呢？应该是说，注重内在会好过只是追寻外在。那你要叫现代人完全不注重外在，当然具体的生活也不可能。但修道人就不同，修道人确实就是按照这句话啊，这个无论男众女众啊，都不应该为这个外表的姿色啊做这些不需要的努力。不过当然呢，你也常听到说什么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这个大概就是说整理的外形也要有一定的庄严相。这个就佛门来说，当然他不是为了男女，他我是指出家人，但是呢他确实也有规定。你比如说对一般信众说法，他是不限胸臆，不露肩，不露齿笑。那如果在寺院里没有对外，他可以露肩，比较凉，有时夏天很热，这样是可以的。但这个出了外，那么去托钵，他就要覆肩，甚至还有覆肩衣。所以这样讲起来，你也不是说你即便是出家，也不是说就没有什么外表的分别或在意，也是有。但他那个就是为了减低欲望，避免产生轻慢啊，产生啊违背当地文化等等这一类。你比如说在印度，这个乃至南洋一带，他男众出家就偏袒嘛，偏袒右肩，偏就是一边的意思，袒就是什么呢？袒胸露肚，那个袒就是裸露的意思，乃至于显足，对吧？那显足是 OK， 显足就是代表尊重，也代表健康，脚踩地嘛。人你看外面的草皮，人的话要去踩那个真正的大地，让身上的那个负电子流出，这是好的。所以世尊主张呢，这个赤脚行脚啊，这样。但是太热，地上会尖锐，他是同意你穿鞋子的啊。这是，所以他没有什么袜子不袜子的，这个是他修行上必要。但是呢，文化上面的袒露右肩，这在华人社会里，哪怕是男众，也会觉得怪怪的，是这样，那就是文化使然，文化使然。那么这样子就，我们就不要这样做。显足就比较还好，显足比较好，因为它确实有修行的帮助，那就不一样，好。那么这袒胸
袒露右肩，你就有修行帮助，基本比较没有。但是你私下，你静修静不静坐，你在疗房里，那基本 OK 了，这是 OK 的。甚至有长老，他都有照那个相片，照那个偏袒右肩的，甚至于整个裸露上身的都有。广钦老上就有一张相片，他是裸露上身的。大家都有，或偏袒右肩的，大家有啊，是这样。所以这在佛门里有啦，那么但是呢，还是注重一下文化，这样大众之间不这么做啊、哦。好，这是就坏想，就皮肤这一层开始坏，所以你看啊、哦，脏轻坏这三个前提是大概可以确认的。接着第四个状态是什么？血徒。血徒是什么状态啊？他说啊，死后尸坏，血溢迷途，九孔流出，淤塞臭秽。诗曰：一片无情血啊，千秋不起人呐、啊。九孔流，千秋不起人了、啊。淋漓涂树草啊，狼藉乌哀尘啊，莫辨颜痴相啊，安知男女身？哀哉吃肉眼啊，错认假为真。这在警告我们贪爱者啊。先说白话那一段呢、啊，他说总说就死后尸体坏。从皮肤绽开之后开始内部也怎么样也开始腐坏。这腐坏的时候是怎么样啊？其实血液已经早就不动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会有血液呢？就是湿血湿水。湿水还是会带着那个血红色。是这样，那已经不是血液了。已经不是血液。血液其实已经氧化掉青黑了、哦、是这样，但是一样有覆盖在里头的，还没那么快氧化的。当肉一直裂开的时候，那些什么呢？那些湿水啊，还是带着血色的。所以说血液糊涂啊、哦，糊涂糊的迷糊，糊就是糊成一团了、啊，血肉模糊的意思，懂吗？好、哦，就糊，而涂是什么呢？摊在那儿。摊成一滩水，这样摊，糊涂，血肉糊涂啊，是这样，是血液糊涂。那九孔流出，九孔流出是什么状态啊？就是你那个身体啊，你那身体开始烂固然是一回事，可是你看啊，两眼、两耳、两鼻啊，鼻孔、两孔。这样六，嘴一孔，七，大小便道九。最会流的是眼、耳跟大小便道，哦，特别是眼跟大小便道。大小便道，因为你人死嘛，哈、哦，当看情况了，有的人是业障比较轻的，他死亡之前呢、啊，进食排大小便，不喝不吃。这样子呢，死后呢，消化器官内的东西是相对少，压力也少，流脓的情况，即便有也不多，反之就多了，那是大小便道。那再来眼睛它自然有那个，水晶体，好，还有那什么呢？还有那个眼翳，它就会流出，啊，当有时候是手撕鬼。那我们有那个居士，也有医生说过，他说他在取那个器官的时候啊，我们说移植器官嘛，移植器官的，心跳没跳，瞳孔放大，脑死就灾了。脑死的话是瞳孔放大，什么脑什么不反应，怎样怎样，但是呢，你就要取心脏，心脏可能还在跳。哦，还是怎么样？不然怎么换心啊、哦？那但是呢，如果不换，那换肝啊，或换眼角膜这样。我有医生曾经写过，但是我忘记在哪一本书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他本来也是做器官移
帮忙取器官的，后来他拒绝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身上取，比如说取那个肝脏、肾脏的时候啊，其实身上都是热的，要很快的，怎么样送到那个所需要的地方就换掉，那都是热的，他不能等到冷掉。那这佛教来讲，那其实是神识还没有离开。那结果呢？果不其然了、他正在取的时候呢，那个人的眼睛啊，就当下就流出血水出来。那不是一般的九孔流脓，就让他感觉是恐惧，是那个往生者没死，他痛苦，痛苦到无法喊叫，没有那个力量，他用那个血水来表达。这第一种。第二种是什么呢？第二种是有居士告诉我，他父亲死在外地，那么呢，兄弟姐妹赶过去是两天三天后，最后要入殓前，一去的时候到了，父亲就流血，早不流晚不流，然后他就刺激了一下，感觉父亲在跟他讲一件事，死后还有生命，这样啊，就触发他学佛。那父女连心嘛，因为那个父亲就是一般的那种办教育的人，他是不相信死后有生命的，他不相信。儒家有分两类，一类是相信有鬼神，一类就不谈，甚至不相信。其实是生命是延续的啊，这样他就看到，他说要学佛。像这种，你说偶然吗？哪有啊？但他奇怪啊。他就最后他能够动用心力让眼睛流血出来，不是流脓哦，这样这些都是属于九孔出流的状态啊，有，所以九孔流出不一定是流血，但是我刚刚讲这两个是流血。那么淤塞臭秽，这是在就状态说，这个没有动态的状态，那个流出有动作，这里就是没有动作，淤塞臭秽两个事情，色是淤塞，淤青淤变黑，这样子就是淤塞。那臭秽呢？你爆裂了嘛？里头那个蛋白质腐化嘛，那味道就跑出来嘛，就臭秽啊，就臭秽。第三个叫秽，秽什么？血就那个流出了嘛，糊。那个糊涂了嘛，是吧？那就是秽啊，所以叫做淤塞啊，是这个淤塞，淤塞就那个塞啊，淤塞臭秽三个，淤塞是一个，臭秽是两个啊，三个啊。那么呢，这个淤塞臭秽啊，诗曰：一片无情血。什么叫一片无情血？这已经皮肤都绽开来了嘛，那血糊涂在那里了，我血肉模糊在那里，不就是一片无情血吗？什么叫无情？两个意思，已死了谓之无情。第二，令人难堪，躲也躲不开，再怎么美，最后就是这个血把你涂的人形不成立，男女莫辨。叫做无情。你想象最美的人再怎么美，他就一场无情血涂在那啊，无情血。那么一片无情血，千秋不起人，这个人呢别起来，不会再起来了，起来会吓死人的啊，千秋不起人。淋漓涂素草，淋漓涂素草就流到什么？流到了那个旁边的那个草上面去了。我说的这个是就他在野外寒湿林当中的状态啊，涂素草很有画面了啊，淋漓还是会滴出来啊，滴在那个草上面了啊。为什么是素草呢？什么是素草？昨夜长出的新嫩的草。那草已经很高了，你就涂不到了嘛。下面那个草，刚长出来的草，嫩草啊。
狼藉乌哀尘，哀跟尘，哀是在地面上，尘是飘在那里，都在乌。狼藉，狼藉就是混乱，一片血涂了嘛。莫辨言辞相，没办法再辨别他美丑，一辈子在那搞的就是那个脸，你知道怎么搞法？我去研究过，首先要怎么样？要清洁，清洁分两类，一类是什么？油脂性的、脂溶性的，把你那个什么呢？原来的那个。画那个眼帘那个什么眼线的那个都是油脂，那个不会是水性，水性的话会跑掉，会更可怕，所以一定要油性的，这样啊也擦。第一个先，这叫卸妆，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呢，喷水之后深层清洁按摩，那再来呢还要磨砂膏。磨砂，这是西亚给了，就是那个什么磨砂，看过没有？木头不是要表面要光滑，也要用砂子磨吗？对，打砂油，那打砂膏也是磨。啊，这第三，光洗脸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弄呢？就是他们宣称说，把那个毛细孔都磨，里头的脏东西都磨出来，这样叫做基本清洁，勉强结束。结束完了之后呢，要喷那什么呢？收敛水，滋润水，让它怎么样？收敛，刚刚打磨嘛，现在要收敛。你拿来一一收敛，收敛完了打拍，还这样，还要这样拍哦，还要拍，吸收进去。这样，第四个动作，这个打底完毕了，那接着才怎么样呢？滋润。滋润还分哦，分综合型滋润一罐，好，那另外还要有加强型美白第二罐，第三罐收敛这个什么呢？这个皱纹第三罐，收敛皱纹要先用，啊，那已经是第五道了。再来呢，滋润第六道，第七道美白，最后保湿。再一个，那已经是第九了。那第十呢？最后就是什么？再喷刚刚那个收敛，收住。这是还没有化妆哦，还没有化妆，就这个脸要搞十道手续，你光想就快抓狂。而且他不是一个礼拜做一次，不是这样子，近乎天天做，除了那个砂膏没有天天做，大概隔三天四天。这当中每隔两三天就要加强怎么样润肤滋润，比如说用蛇毒啊，比如说用什么样子的蛋白在糊脸，要不就是贴什么呢？贴那个面膜。这是每隔三天或者每睡觉前还得再加强，那醒来了再干一遍，那甚至于还在做一遍。那才能出门呢，不这样做完了才开始化妆，啊，涂这个什么眼线啦，涂眉毛啦，啊，那讲一下那个什么，那睫毛啦，这样，啊，夹睫毛啦，这些基本搞定之后打粉底。啊，粉底有时候还两种，一种呢，一种还要用海绵的，叫啊这样，这然后接着呢打脸腮，啊，脸腮不行哦，这个我，哦，这里要立体一下子，再用那个另外的颜色糊一下这样子，然后打脸啊立体一点点啊。我这样算了一下，前面整洁不算，后面的十五六道小 case， 真的啊啊。多少时间了，啊？哦，很难计算了，一随便就是半小时以上，快的话半小时。有时候眉毛、眉睫毛还得换，
还得换，还得换一下，这样还得换一下，啊，今天要长的啊，出去的话，今天去师父那换短的啊。哎呀，阿弥陀佛了，实在是人生是这样，所以你这样想一想，那个祖师劝我们怎么样啊？劝我们说这个什么呢？这个莫辨啊，言之相啊，安知男女身啊，哀哉吃肉眼。这讲的是男生啊，你这个你这个愚痴的肉眼啊，错认假为真啊。女人为什么要这样干？就是为了女为悦己者容嘛，是吧？那么悦己者容，那说啊，为什么那个悦己者是谁？基本上是男生。那男生为什么喜欢这样？都是假的，但他就喜欢看。认假作真啊，认假满足你骗你要骗我一下，是这样啊。所以说这罪魁祸首是男子啊，是这样。那的苦主是女人啊，但是后来习惯她不化妆的见不了人的，出不了门的。你可以想象，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。所以说女人身上，女人的那个柜台上面呢，瓷罐、瓶瓶罐罐，那都是基本配备而已。基本配备，习惯是基本配备啊、那很多都是，当然还有还没完了嘞。比如说，如果去搭飞机的话，还得要怎么样？还得要醒肤水。那下飞机前了啊，醒肤开始已经打灯光了啊，那就冲进，你就看到有些女人就冲进什么，冲进那个飞机的那个浴室里，还有醒肤，醒肤之后滋润保湿。那、no, 还没有啊，还没有啊。这个因为呢，已经搭了越洋飞机好久了，有点累了，所以还要涂眼脸，涂这里，这里要让它啊浮起来，不能陷进去啊。喷出来的就是变成积水了，也要让它消水肿，还得要有专门的，只有像熊猫一样套在眼睛上面的那种，还得要先套着。我有一次搭飞机的时候。半夜差点给那个女人吓死，你懂吗？她睡觉的时候弄了两颗像熊猫一样的那个白色的贴在那，我遇到鬼了，哇塞，这怎么？她就睡在那好好的，转身你知道，一边掉下来一边还在，那才可怕。两个都在，那还不会怕，你懂吗？就变成一白一黑，我说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后来仔细一看，哎呀，贴保护眼脸的，那就是贴那个什么。都已经很老的人了，这当然讲老，我们也不能轻视人家，老也要美了，这是这样子啊。但是，哎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让人倍感同情，啊，非常辛苦啊啊。好 ，OK， 啊，刚好我那双胞胎弟弟就在专干这种事，他就要做美容水的，是这样，他就要做那个美容一切美容剂的，他买了一台机器要80-90万。我去测试啊，我去测试啊，他叫我去测试，我就测试、啊，就这样靠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摄影机啊，这样，那就开始读出来，我的百分比多少？哎，还真的很准呢。比如说，我这边皮肤比较不好。这边皮肤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开车啊，靠左啊，太阳从这边照啊，哇，还真准呢。还有他就跟我讲说，师傅哈、哦，你的书桌是不是左边有窗户？哎，怎么这么准？你的皮肤就这样啊，左边受到紫外线照比较严重。我一看，还真准了、啊。哎呀，要赚女人的钱，真是煞费苦心呢、啊。你知道，是真的这样。当然，不过呢，后来我那双胞胎弟弟，当然他也觉得，他跟我比起来，他还是有差一截了。怎么讲呢？我在这里啊，他说他这里已经开始有皱纹了，他就端详我很久。他说：“哎，奇怪，师傅你怎么没有皱纹？”我心想：开玩笑，我吃素吃30几年，我有皱纹跟你一样，我不丢脸死了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哦，那就是真的有差，是这样，哦，那反正就这样了，哎，一台机器近百万，
这样在做生意的啊。生意好不好啊？听说还不错，才买两台啊，买两台耶、啊、哦，那是赚女人钱的，这样赚法了，人家是花一把劲儿在赚钱，赚女人钱的啊，是这样。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错认假为真啊，哀哉吃肉眼、哦、还真是，你不晓得是这么的那个人，那个机器是进口的，有专利的，而且更可怕哦，他赚你的钱，你如果陷进去，你几乎不可能自拔哦。你知道他怎么算吗？他说你的红外线损伤多少分，对不对？没有用，这样你会 不痛不痒，你完全不痛不痒。他会跟你这样讲，你红外线损伤占你这个年龄当中的百分比例，你是多少？那才可怕。比如说啦，他这么有一个人这样一照，他告诉我前一个数据，当那个脸是遮住，我没认他的脸，你知道，他就买了所有我弟弟的那个产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都在百分比的10%以下，也就是有跟他这个年龄的比他美的有90%个，他是10%的，他完全无法接受，怎么办？那我弟就说了，用我的产品全买，完全没有抵抗力，全买啊。那个数据不能假，不能造假，他是完全电脑连线，跟欧洲、跟美国、跟台湾的大数据连线，马上算出来，无所遁藏。你想想看，你告诉一个女人说，全世界跟你这样年龄的人，你是全世界最丑的之一，十个人当中你就是最后一名，10%嘛。你想哪个女人受得了？绝对要买，你懂吗？然后他是用大数据啊，他是用大数据去算。那我其中有一个被他算出来，哈哈，果然没有丢出家人的脸啊！我居然是同年龄当中98%，我只输两个人，100个人呢，我是98名。哎，我就觉得很满意。然后他最后他也只好讲真话，他说：“对了，师父吃素有差了。”我说：“对呀、啊，年龄到了，你也要吃素。”就比如这样，那这就是属于猪眼了啊、哦！所以说，哀哉吃肉眼了、啊，错认假为真，真的是世界已经变化成这样了，很先进啊、哦。好，那么就写图想，所以你看看哦，肿胀、青瘀，这是一个外表的，然后接着呢，坏跟写图常常有时候会搞混，坏只是坏崩坏而已，写图是开始写流出。懂吗？沾到周边的东西了，这叫血图。第四个血图。第五呢？第五是什么呢？第六了，这也是讲第六。那其实是第五个不净观啊，是第五想啊，叫做脓烂，使尸停十日以上，即臭烂难闻。脓烂刚刚是血还包在上面，糊在上面，脓烂是血都干了，然后身体开始烂腐烂了，连虫子也开始不吃了，或者还在吃，但是极烂这样啊，极烂啊，极烂的话呢，薄皮糊子糊破子糊薄皮糊破子烂坏气成根，哎呦，脓血从中溃，盈区自外增。本来是里头长区，现在是盈又飞过来，飞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已经够烂，烂到了已经够小粒了，好糊糊的这样啊，这个苍蝇啊什么，它就来吃就吃得了了，哦，这样已经。糊成一团了，血肉已经糊掉了，这样，所以他说薄皮糊破子，糊破子，薄皮啊，像糊破掉的纸一样，那
坏烂坏了，气成羹，像那个那烂坏像那个什么，像那个臭酸了的那个羹汤一样，你懂吗？肉羹一样。所以它的血肉水液体都浓在那儿，浸在那儿，脓血从中溃，有没有看到脓血溃出？这个的脓血其实不是那个真正流血那个血，事实上是流脓，烂的脓脓，本来是烂长区还干半干半湿，现在整个湿掉，啊，整个湿，整个湿，那从中溃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整个从里头溃烂出来，那这个时候营区啊就治外症。食猪肠易呕啊，洗狗水难清啊，不是生真恶啊，何由断妄情？他说啊，他比那个吃那个猪肠子啊，还要让人作恶。猪肠子是什么猪肠子？猪肠子洗一洗，你就觉得好吃。是洗吃哪里啊？吃那个猪大肠，事实上猪放猪大便。直肠啊，放猪大便，哦，那洗狗水，那个啊，那个尘垢啊，虫屎啊，都在上面，难清。那拿这个来比喻，身上的那个死尸身上的水更脏。如果你不能够把它想成这样子，深深的真恶。这样的东西的话，你呀，啊，怎么能够断掉？你对待一个看起来还活着、一口气活在那里的活人，你对他的妄想之情，你怎么还能够有？啊，是这样，就是把你，就是你不知道他有多脏吗？你把他想成那个猪肠，哦，那要你吃，而且刚把大便和在那里要你吃，你看你做不做恶？要你喝喝那个洗狗的水，你要吗？如果你不是深真，你如果能够对这样子产生大的真恶心，那你没办法断掉。你现在看一个活男人活女人，你想爱他的那个忘情，这样懂吗？要观想，观想，因为湿水的观想不容易，所以他用猪肠、狗水、洗狗水，来让你模拟啊，一个让你喝，让你吃，这样你厌恶吗？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脓烂，这个烂已经是什么？肉已经整个烂，然后加上脓汁糊在那儿。前面那个呢，血还看。肉还看得到，血糊在肉上，肉还基本成块。现在肉已经变成糜状的、糊状的状子，这叫做脓烂想。脓烂想完了之后呢，尸体弃死尸于林中，鸟兽来啖食。这个鸟兽来啖食叫啖想，哦，这个啖响就不一定在哪里，你很可能在肿胀就被接着就啖啖脓就啖响，啖就是吃，也很可能怎么样，也很可能在肿胀完了清淤，也很可能在前面的血涂啊，或者是坏响血涂或者脓烂等等，任何一个时候都可能被啖，懂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同的生物或不同的时间，它遇到了它都可以吃。啊，那要看什么状况，不一定在什么时候，但是就叫啖响。所以啖响可前可后，有时候南传人会把它放在前面，不过我们这里把它就在放在这里，就是先想完它身体的状态，再来想它被吃。啊，它被吃。那按照这个西藏的天葬的话呢，他们大概在死后一两天
还不能太臭，他就得要处理了。所以那个肉基本上是成型的，啊，头脑髓呢，甚至于那个骨头要打碎，里头那个骨髓啊，也流出，然后让那个虫子，还有那个什么那个，应该是秃鸠啦，那是应该是一种鸠鸟，啊来吃，哎，很大一只哦，哦像哦，我去那个外蒙古的时候，那蒙古国的时候，我跟辉师傅还去顶一只，哇，好重啊！他蹲在那就像个娃娃，像个人一样，连那个脸都像人，那个两只脚就像那小孩子的腿一样，哦，啊，不过我问他们说其实很温和啦，长相很恐怖，但其实很温和。他吃的好像鹰是吃活肉，鸠是吃死肉，是这样。所以鹰会抓什么？抓兔子，抓羊，抓小婴儿都有，他抓活的鹰。鸠就会吃死肉，所以说他那个是鸠，哦，那一般会把它讲成鹰，哦，其实那是鸠，啊，哦，鸠，所以呢，这个旦响可在前可在后，它不一定在血浓，像那样子的话，血烂掉，烂成糊状、稠状的，就糊糊稠状那样，其实。鸠鹰都不吃的，鹰是吃活的嘛，那鸠那也不吃，它已经不成肉块了嘛，懂吗？哦，但狗狗搞不好还吃，狼搞不好还吃，哦，狼搞不好还吃，好，哦，那小鼠狼啦，小鼠啦，老鼠啦，虫子啦，我想都会吃，这反而这个时候才能吃，一还在撕块的状态，它是无法吃，所以蛋分好。在很多状态都有，它其实在前面那几个状态都会被淡，懂吗？但是最后淡到最后会怎样呢？会干干净净，剩下骨头，那就被淡到完全叫做血肉不存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那就小虫去吃了，肉食的那种虫，包括那种蛆啊，去吃去吸吸吸吸吸到干干净净的，就整根骨头。就像那副白骨那样，整副白骨吃得干干净净，啊，那这样就叫蛋。所以蛋在这里呢，你如果把它想成那些虫子把它吃到很干净，变成白骨，哎，那说成蛋是对的，啊，所以蛋它其实很长，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接着就散，散是什么状态啊？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把蛋讲完哈。这骨骸遭弹时，方寸少完全。对啊，没有一块是完整的，因为它比你浓浓壮壮的嘛。不过它这里讲的是包括刚开始的肿胀就已经被吃，所以讲方寸少完全也合理。就还有肉块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头哦，也是被打烂崩开，它才能有办法吃里头脑浆。那些鸠。哎，他说的也怪呢，你是坏人哦，他不吃呢，身上有一块黑烟，黑的气，他不吃呢，你这怎么办？家人要赶快请喇嘛念经，替他消业，念完了啊，鸠才来吃，哎，才算有效呢，不然他不吃呢，哇，真丢脸了，你给他吃，他都不吃，到这种程度，啊。所以家人也很痛苦，那都做了什么坏事？那让修大修行人，他是不会这样让他做，他会做脱力王，当然又另外一回事了，是这样啊。好，这么说呢，然后说方寸少完全呢，啊，尸骸遭弹时方寸少完全，不饱鸡鸟腹啊，难干柴狗言呢，啊，这个。如果说这个不饱鸡饱鸡不饱鸡鸟腹啊，难干柴狗言，是指说根本不够他们吃，懂吗？为什么？太多了，噔噔噔噔噔一起来抢着吃，这样啊，你不撕块如果
一个人，然后叫他，他是大卸八块啊，剁啊切啊这样，然后丢开，在那个石头上，那个石头专用的石头，他们会找。你去看那个西藏那个天葬，专用那个石头，要去摄影的话，还要征得家人的同意，甚至于往生者往生前他就同意，所以他可以摄影，很不容易看得到。看的有的人会不敢看，就锤啊剁，先剁，然后丢开，然后他有一定的剁法，然后最后就头要把它敲碎，敲开。那有时候一个到两个、三个都做。那确实那些鸠呢，来吃，没有那吃饱的，说啊我不吃了，走人，没有，一直来，所以说真的是不饱饥鸟腹啊，难干柴狗言，饥饿的那个野狗，也不够他吃，这确实也是啊。尸体嘛，尸体其实也干瘪了，也是。好，那么再来，当年空自爱，你当年空自爱什么意思啊？就像我们还年少，或者是说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空自爱就是爱护自己的肉体。你看现在怎么样啊？还不够他吃嘞？他讲这个意思，肥滋滋的还不够他吃嘞，空自爱。又能怎么样？耗费那么多时间，我刚刚已经讲完了，要做那些动作，耗费多少时间？还没有谈偶尔要加码处理的啊。那么这些，此日有谁怜？就今天啊，被吃成这个样了，有你的老公、有你的老婆来怜惜吗？有你的儿女来怜惜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人爱了，躲得远远的了。再怎么美的身体都这样了，臭秽食啖还不够吃，然后有谁怜？没有怜。不若猪羊肉，你看这我刚刚讲的嘛，猪羊肉还有人在买，死人肉有人买吗？我们家养狗，所以你们家老爷子死了肉卖我，去给我们家狗狗吃，卖便宜一点，算邻居。卖便宜一点，你不吓死人呐、啊？是啊，吓死人了、啊。然后呢？那个死掉的肉不值钱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看，说不若猪羊肉。我刚讲那个猪头啊，有没有？人头不如猪头，老婆头不如猪头啊，是这样。真的，想想真的很不值得啊，很不值得。不若猪羊肉。犹堪值几钱？你看看到没有？还值多少钱呢、啊？不但不值钱嘞，请人处理还得给人钱嘞，对不对？不但卖不了钱，还得拿钱请人家处理嘞。你看，当年用多少心血去为了美白一小块，现在死得了啊！啊，真不值得。要有一点画面，这就是所谓修不净观形象，这些都要有画面，懂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外貌协会爱形象，所以这些处理都要有形象。我之前不说过吗？清净道论讲要叫你过去看回来记得这所有形象，要形象，要有画面啊。好，第八就是属于第七想第七想叫善想。吃完了之后呢，骨头就散在那儿，是完整的，尸解完尽啊，这个骨节啊，节骨分离啊，头肌不连啊，伊人何去？当时那个帅哥美女，现在剩下骨头，骨头还分离嘞，分离，就叫善想。吃完了善想。视之乎分散，视之早就分散了，但现在分散的更彻底，骨头都分散，骨节节骨分离，一生何所从？
那身体还能寄放在哪里？连骨头都分离了，还能寄放在哪里？岂为自太师？姿太师啊，坚毅性明空。哎，剩下骨头的我都认不出这个人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连名字都记不得了，啊，没有了。啊，那么岂为姿太师啊？是，你那个容貌、姿色、形态，哪里是只有这个不见了？连名字都没有了。来，啊，再来。长短有春草，看春草啊，浓鲜问托风，请君高着眼啊，此事细推穷。长短看春草，是指的说啊，时日秋草了，不春草，秋草，长短时间，昼夜长短哦，看什么呢？看秋天的草。我们就大概知道，像我也是啊。哎，今天初几了？我再摸一下头发，嗯，还够长，已经快差不多要剃头了。我在想，不是13就14了，啊，不要不就12，已经初十过后了。那还摸了还短短的啊，那还在应该还在一个礼拜前啊，一个礼拜后才会送戒，摸一摸看看长短，一直这样。所以长短看秋草，就是，岁月。还可以看个岁月，看个年岁。现在呢？现在你这样白骨，那名字没了，年岁什么都不能看，对吧？啊，长短就岁月长短。浓鲜问托风，浓鲜是指浓就是胖啊，鲜就是瘦啊，身形浓鲜就是看风吹得动吹不动，对不对？很壮啊，风吹了，挡风又吹不动；瘦不挡风，又容易被风吹走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啊，脱风是指脱缰之风，就是狂风的意思。啊，我们讲脱风，啊，这风轰一下来，这样偶尔那种狂风啊。所以说，浓鲜问脱风，长短看秋草，这都还可以看哦。时间长跟短。还可以看秋草哦，那身形胖跟瘦啊，年岁长跟短，看问秋草，身形胖跟瘦还可以问托风，现在都没了，骨头风也挡不了，风也吹了也没用，那也认不出他的岁月年长怎么样。不过当然呢，现在人可以透过那个什么，透过骨质里头的杂质。跟骨髓里头的钙化程度怎么样，好来推论他大概年岁多少。你比如说越年轻骨质越密，越老骨质越疏松到里头变成蜂巢格那样一折就断，哎呀很可怕。有的人胖到把自己的屁股骨头做碎掉，美国啊，很多人胖到碎掉自己的骨头，啊，太辛苦了，啊，是这样，嗯。那现在呢？当然，古人的话就光看骨头，你论不了岁月跟身形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他下面那句话就讲了，请君高着眼，高着眼就是说好好的思考一下，高着眼。眼专想一下这件事，死了剩下骨头还能够论什么美丑高低胖瘦岁月，年轻不年年轻就是可爱，不年轻就不可爱，还有什么好论啊？请君高着眼，此事细推穷。这个事情啊，细推一下，念死啊，一切不可爱，细推穷。好，这是善想第七啊，总的是第八，实想是第七啊，白骨想是这个久不净观是第七，不净善想，再来骨想，骨想就单独那个骨啦，善是指就那个善的状态，
骨是单独看那个骨啊，死后几年血肉寂静，只有白骨狼藉，人见忧愁啊，死了哦，这是我的阿公，我的祖曾祖父。华人社会最常有的就是剪骨，有没有？剪骨的时候，他还要画脸呢，他会用一个麻棉布哈、哦、套在骨头上，那套完了之后就画，男的画男，女的画女，画的就怪怪的，恐怖恐怖的。这样我前几天才看到，他就当场在画，就在骨头上画，画完了之后哈、哦。脚趾甲的骨头先放啦，腿骨先放啦，身骨再放啦，再来手骨接着放啦，最后那个人头盖骨就压下去，这样也是按照顺序哦，这样才盖那个什么骨瓮，这样盖进去啊，那个就是那个人头还画人脸哦，啊是这样，你不觉得死了就死了，那个不过就是一个遗物而已、啊、但你这样子的话，他还会有执着，执着，这种执着会连结，所以你一定要超度，最好让他去佛寺超度，那骨头化灰，让他散掉，离开这个什么，离开这个世间的连结，他才能确定去投胎。所以佛法讲说用火化是很好的哦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就讲这个人见这样。那么我们看那个诗啊，诗是这么讲的：皮肉已消力啊，那么余唯余骨尚存，所有的都已经消啊，烁了，消烁啊，已经那个已经全部消光了啊，消到没有了。剩下骨头尚存在那，那么雨天胎显色，就是说那个下雨的时候啊，有的棺木也好，或者是它裸露在外部的啊，长青苔了、嗯，是这样。水浸土沙，土沙痕，水浸土沙痕就是要就是埋一个矮小坑，要不就是一个棺材坑，要不就丢在那里。丢在那里呢，久了久了，那个水啊，那个土啊，就软了，因为被那个湿水弄软，雨刷冲冲冲，它那个骨头就陷在那儿，就成了一个什么，成了一个凹槽，那凹槽里头就进湿水，不进 骨头的水，就进在那儿，你知道了，有一些骨头瓮啊。他做的陶啊，低温烧，那放的地方又进水，台风又进水，结果呢水又不通，就会渗进去。那渗进去，有的祖先呢、啊，他没去投胎，执着，他执着就眼见他心里想那个是水，其实对他身体是没妨碍，因为他那个已经是中阴身，他没投胎嘛，中阴，好，或者是孤魂。孤魂野鬼，他回来执着那个肉身，那个骨头，结果他看浸在那里，啊，他就会去作祟，子孙，民间常常会这样讲，所以说你其实哈，你把它化掉，化成骨灰，然后去海葬或者海供当复杂了，海葬，哦，像各县市都有。像台北都有啊，很便宜啊，市政府办的，台北市政府办，一个月一次出海，这样就让它化掉啊。那有的不是，那结果那个骨瓮里头有水啊，那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所以说有人就会怎么样做一种防水的漆在里头啊，也会这样做，就这个意思。那。当然也有那个很慎重，比较费用比较高。那有人在做，他是用木头，然后用漆器去做，它不渗透，也不进去。那对身啊，意思就是说比较有机就对了，比较天然就对了。啊，如何这般？那表示恭敬。
那海公原籍的时候，他们就拿过来啊，说要给海公用。啊，其实海公大修行人是不需要用那个了，不过当然也表示尊重，因为他还是化成骨灰嘛。那就也是这样用，哦，这样也有摆着，放在纪念堂啊，好像放在纪念地方还是哪里了，啊，哦，有这样放，是这样，那就不便宜了。那一般来讲的话，就是害怕的就是进水。那你要是说你有化烧过的，你放进人家那个塔，那基本上 OK 的了，不会有进水的状态，哦，是都很好，哦，所以说水进沙土痕啊，就不会发生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观察那种曝尸在外的那种寒尸林，当然就会有这样。华人社会基本没有，但是他就说古瓮，他就有可能。那么呢，老碗多重椅，收藏少子孙，就是说你那个古瓮久了久摆着，要不就被草啦土啦弄，甚至于被虫蚁去当巢穴都可能。哦，或者去依附都有可能。可是呢，很少子孙会去收藏照顾你那个骨灰坛，一年有去一次已经 很不得了了，哦，是这样。可是陪伴你的就是蚂蚁，哦，是这个。所以说风流何处去啊，愁杀未归魂啊，就是你看看当年风流倜傥，男欢女爱，感情一整，感情丰沛，轰轰烈烈。现在啊，愁杀未归魂，就怀头一看，忧愁惆怅，悠然惆怅的什么呢？的还没有归宿的亡魂，懂吗？就是那些孤魂野鬼了。他在讲这样，他不是说一定那是孤魂野鬼，他就在描述一个拟人的状态，就你看看，没有超度，也不懂得修行，那不又不，如果还没有去投胎，那你看看，愁杀未归魂，未有规定处的，没有人祭祀的，飘荡的孤魂，愁杀他了，愁杀就是让他忧愁到像又要杀死他一样，这样懂吗？懂吗意思啊？就是讲求一种孤魂惆怅，儿孙远离，没有烟火，没人礼拜，当年的男欢女爱，叱咤风云，现在孤苦伶仃，一孤魂找不到归路，有没有画面？阿飘画面啊，是这种画面。所以说愁杀未归魂，这个用词真美，也是一句到位啊！愁杀，愁杀未归魂，我们天天被愁杀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饭不好吃也愁杀，啊，睡不好觉也愁杀，跟哪个同山道友话不投机也愁杀，啊，哪个事情卡在你那边你觉得很烦也愁杀，啊，是这样。但最愁杀的无非是这个。愁杀什么意思啊？忧愁像会杀人一样，忧愁像一把剑一样刺在身上，这样愁杀。我们是不是也未归魂？是也，极乐世界未归啊，云归孰未归啊？啊，极乐世界，我们呢累劫未归，我们也是未归魂，是活还能够有机会求归的未归魂啊。这个呢，已经在什么寒尸林当中，一片白骨未归魂，愁杀，有没有味道啊？要读诗要有一点画面，你才会记得住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善想啊，骨想，就剩下一团白骨，就那样白骨状态，愁杀未归魂，这是第八想。那第九响应该是烧响，烧，就第九就是烧。烧是怎么样？两种烧，一种就是它自然在空气当中磷释放出来，骨头的磷释放啊，磷能够什么？遇到氧，温度够，它燃点低。你看那个
你看那个什么打火柴啊，为什么打火柴这样滑一下就能烧？就是因为燃点低，里头有磷，磷是很容易烧起来的。那所以说骨头上面的磷呢，氮磷钾那个磷呢，因为骨头坏散之后，那个磷的浓度如果有的是高的，遇到夏天地热比较热的，然后又有氧气在那，它就会出现一个蓝蓝的，我们讲鬼火就是这样，它会燃烧起来，这就烧响骨头了，剩下骨头就会烧响，哦，第九响就烧。烧之前一定是白骨，所以一定是骨响，哦，是这样，是骨响，好吧？我们就先上到这啊，下礼拜再继续上啊，好。向下文长，复以来日回向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，智归佛，智归佛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发无上心，智归法，智归法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归身，当愿众生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